的。好了，啊，你还没穿。哎呀，最后收集的那个就是。哎呀，你好。然后李一峰，这个是今天的体育老师李一峰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校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校长。老师好。你好。啊，这是阿雅，这是李一峰。校长，一般有几个人呐、啊哎？一般有四十多。四十多个人。四十多个。来，睡觉。作业最多的。学。觉得英语好学吗？不好学。不好学。好学，太难了。用处会很大的，知道吗？英语课代表是谁啊？他。那英语应该很好。数学呢？现在数学学到哪了？三百元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做做热身运动。体育委员，我们做一下热身运动。这都体，就是体育老师带着做的。啊。从体育委员回来。从哪个委员？从哪位一个啊？中间这个吧。拿吧。大家记住，你看。我手伸直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。四五六三万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四，开始跳高，五六七八。拿那个体育委员，拿那个乒乓球和足球吧，有吗？去拿一下。来过。你应该去洗手。刚好剩下的男孩子都踢足球啊。那好，我先陪他们打乒乓球，然后再跟你一起踢足球，好吧？好不好？就一步，来足球。那你得给他们女孩子拿那个皮筋和。没有。你自己有带吗？那他们。我自己帮你拿包呢。啊，拿自己的包。自己准备了包。哎呦，我们怎么个打法？三个换吧，一人三个球，好吧，三个换。出三个球吧。哎呦！来，哦，完了，来给你。哦。豆豆，我用一下你那个话。行。行。好厉害！我能，咦，我还得拿一块儿呢。你看都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不是，让他过来，我这儿。可以后来当你们的老师，好。哎呦，那是我教的不好，求之不得。我听学生挺热烈的，对，反应挺好，他们都很活泼。还是你教的好，引导的。没有。就说咱这孩子，就说
需要大家都告诉他们要有理想，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远大的理想。对，只有这样，这个将来是孩子他才能成长起来，然后要在学校里好好的努力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你们做的挺好，谢谢这个。没有没有，下面我们有一个那个仪式，哎哎，然后这是我们，这是腾讯娱乐频道，还有腾讯公益基金，腾讯还有那个校园网络，然后。我代表学校谢谢你。太好了，美事一桩。拍照了，谢谢。这个太阳。班长。